是因为那灯泡突然闪了一下，于是想起你，而你还没休息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，在玻璃窗下喝出你美丽的名字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，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。只怪我忍不住对着你的手提，找到了话题，找不到活命的氧气。寂寞来袭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